前总统马英九就出来喊话，火力全开啊！他直接轰民进党是桃花党，他说能够做这么烂也不容易啊！马英九很呛，真的是很难想象一个政府可以烂到这个地步也是不容易。民主进步党既不民主也不进步，小弟是做不到的。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有模有样，但是执政时就倒行逆施。近期民进党更变成桃花朵朵开，民进党根本是桃花党，这样的政府赶快让他下架啦！好，马英九一轰完，我们看到民党的立法委员林楚英赶快在脸书上po文，他秀出了这些相关的数据反呛，好，然后包括他说马英九讲缺电财政，好，秀出了一大堆，好，那里面特别提到了，就是不用说蔡政府执政七年多来加薪幅度、长照政策、经济发展都是马英九比不上，成绩掉车尾的，怎么有脸批评成绩顶尖的？好，偏偏国民党还在怀念马执政时期民不聊生，别忘了马英九是外媒认证的 bumper。笨蛋，好，正式形容他一蹶不振的执政表现。如果国民党还要把马英九当作表率，那就代表只想带着台湾斗退路。好，他当然有秀出了这个中央债务增加多少的这个相关的数据出来。林楚英讲这个很没道理，因为今天台湾人关心的是林楚英的老公梁文杰嘛。我就是要讲这个，是啊，你老公啊，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梁少，我们看到最主要是民众党的委员陈婉慧，他接获爆料，说梁文杰在新潮流高层的这一个饮酒趴，完全不顾旁人眼光，肆无忌惮使用吸食加热烟，这个部分目前法令台湾法令不允许的。好，那梁文杰就说当天是单纯的朋友聚会，不是什么趴，如果有违反法令，该罚就罚。好，但徐小新抛出照片，质疑当天晚上加码啊，10月27号梁文杰去哪？在这边照片是不是？里面的招待所，后来进入这栋大楼的辣妹们在这边，是否也去同一个地点？10月27号晚上呢？他说，我受邀，梁文杰说去朋友公司坐了一会，先行离开，绝对没有和女性不当接触，也没有一起进出，请不要移花接木，看图说故事。好，那徐小新就再度发文爆料说，这栋大楼里面有谁？有招待所和博弈公司，而且负责人疑似是88会馆之乱的嫌犯钟兴华，钟兴华是女朋友。有吗？梁文杰回应了，徐小新议员应该是派人全程跟监我，才会把我当天的行程弄得这么清楚。这整起事件有啦，林楚英有出来回应啦，他说他很信任丈夫，而且梁文杰有跟他说那天去哪里聚会，他都很清楚，所以他说外界不要嫉妒他们夫妻俩感情太好了。他们的感情我一点都不感兴趣，那他们自己家的事没有些澳文就好了。那问题来了，问题是梁文杰，你看他回应徐小新的方式，所以他是承认喽。因为他说你是徐小新是派人全天跟监他，对，所以他把他行程搞这么清楚，对，所以那你是在梁文杰是在告诉我说徐小新讲的都是真的，是这个意思吗？感觉上是这样啊。对啊，那不然他这个回答到底是什么？所以你跟钟兴华是朋友吗？他说我不认识，也不知道是谁。这是梁文杰说的。是，所以我必须讲这个事情有好几个层面啊。他跟那些辣妹到底有没有关系？那个是林楚英要去关心的，不是我们要关心。我不在乎他跟辣妹有没有关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想提醒梁文杰，第一个，你现在是公务人员，你现在不是民意代表，你是公务人员了。公务人员有要规定应守的分际哦，有公务人员服务法里头都有规定的。请问一下，你那天去有没有接受人家招待？公务人员可以随便接受人家招待吗？所以这个是你必须要去厘清的事情。我觉得相关的公务人员相关的这些单位也要去调查，对不对啊？你不去查看他到底去干什么了吗？他有没有接受款待？他有没有接受其他的不正当的招待？那再来，他自己本身身为公务人员，他吸食加热烟。我老实讲，我很多朋友也都在吸食加热烟。那问题是，现在这个法令没过是谁害？是你民进党啊？民进党，你民进党挡在这个地方啊？那你们自己民进党挡了这个法令，然后你自己又在抽。那请问一下，是到底什么意思？是你们民进党害你违法，对不对？而且我跟大家讲，不止梁文杰在抽了，民进党一大堆幕僚，包括总统府、巴黎法院一大堆人都在抽加热烟，大家都知道。那我也觉得民进党很奇怪，那你们自己又要挡这个法令，然后这么多人又爱抽，那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也搞不懂这些脑袋在想什么。所以我觉得，如果民进党真的你们这么多人都喜欢抽加热烟，那你们应该要去把法令修正了。应该要让这个法令过关，让大家能够合法吸食加热烟，然后你们又把法令挡住，自己要这样抽。那请问一下，那现在梁文杰被抓到，这应该怎么算？这个到底要怎么处罚？
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要老是说一套做一套。那我觉得这整件事情真正的重点就在于你那天到底是去干什么，对，你有没有接受招待，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那至于说其他到底有没有什么出轨什么，其实说真的我更不 care， 我看他老婆也不是很 care， 所以这个就是人家的私事，这个我管不着。但是因为你是公务人员，你必须要跟社会大众说清楚讲明白，你可不是一般的明代。好，那事实上梁文杰在六年前被踢爆上酒店，当时的说法也很像，他说不得已去坐一坐。好，在2017年呢，周刊爆料两个礼拜之内进出高档酒店至少6次，半夜离开酒店之后还和年轻女性壮似亲昵，进入大楼直到深夜。当时梁文杰就说朋友多啦，那有些朋友喜欢约在酒店，如果去酒店都是不得已去坐一坐，而且妻子都知情，自己身为公众人物绝对不会带小姐出场。那么林楚莹当时也是力挺梁文杰，表示跟梁文杰感情很好，可以体谅他因为工作需要去酒店应酬，好，不会去追问这些细节。好，不过回过头来啊，对，因为他现在的身份是公务员，所以这件事情如果说你第一时间看到也没，我也不知道里面真的有没有什么问题，你顶多就说酒色财气，可是因为他现在他是公务员的身份，可能就没这么简单。我现在脑子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第一时间不知道林楚英还是说他的小朋友有没有对着他喊说爸爸加油这样子，哦，他要出门的时候转达一下网友意见，对不对？那你以后是不是每天出去过去这件事情都已经拍到了嘛？跟你讲爸爸加油，哦，晚上半夜要出门的时候，还是说根本没回家不知道。但因为我对于说过去这件事情记忆犹新是为什么？因为当年刚好也是我做的那个新闻，然后我还跑去那个酒店楼下去拍，然后是对，去拍嘛，拍那个相关的画面嘛，因为都在台北市嘛，而且他去的也不止一间嘛，1、2、3、4、5、6间嘛，啊，什么龙叉，什么修修叉，什么一大堆，反正就到处去。所以可是为什么过去大家没有对他有所争？因为第一个他老婆不在乎，那他就他的家务事。再第二件事情，他是民意代表，对，民意代表你要去这种场合，你要说你要去选民服务，你要去聊宇宙大爆炸。哦，这真的你的自由，因为唯一能够评判当时台北市议员梁文杰的人是谁？是选民嘛？选民可以用选票来表达，说我到底支不支持一个民意代表每天去修修脸，每天去容叉之类的，对不对？选民最后得到了你给你的答案，就是让你落选，对吧？但如今你的身份地位完全不一样，你没有办法合理的去解释说，作为一个陆委会副主委。到底为什么要跟一个美而快的董事长说半夜10点多接到一通电话叫我去，然后我就跑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呢，一待就待1个多小时，然后那个还是一个私人的招待会所，对不对？然后同一个招待会所，然后还包括有这些女子在里面进进出出，是在梁文杰前脚进，人家后脚进，有这样的情形跟状况，你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个重点根本不在于徐小清跟监与否。因为这件事情为什么会爆发，从头到尾就是有媒体接获到这个资讯，却有压力没有办法踢爆，所以才转交给徐小欣来处理嘛。各位，你再仔细重新看一下那个照片的规格跟模式，那不是一般人拍的啦，对，那周刊等级的啦，周刊的人才有这个能耐。而且有没有觉得跟什么叉周刊、叉周刊封面很像？我在下面帮你加几个字，就一清二楚了嘛。所以为什么梁文杰不敢否认？他只有说。我没有逾越这个分际嘛，都在没有一些男女之间怎么样如何如何，所以他也等同证实，确实我们拍到的、他们拍到的这些画面是在同一个场合、同一个空间。那我就问啦，一个陆委会副主委为什么要跟生意人搞在一起，然后在半夜一点的时候不回家睡觉，然后说跟在这边到底要谈什么样的公事，要谈什么样的两岸和平，要谈什么样搭起友谊的桥梁，这完完全全会有司法性上的问题嘛？真正的重点在这边嘛，哦，所以重点不在于说你有没有跟林楚英报备啦，哦，因为他林楚英跑出来替他讲话嘛，如果老公行程我都知道，他都有报备嘛，他都有知道，这个说法跟当年去酒店一模一样啦，当年去酒店也是这样啦，是梁文杰改口说，哦，我跟林楚英报备，我有让他知道我去哪里。现在大家的问题是，你作为一个副主委，你到底这个时间点去到那边去私人的公司，然后又有这些陪侍的情况。如果事实属实的话，你到底做了什么？你要跟全民交代，因为你现在的身份已经跟过去大不相同。就如同我们谈到说家人这件事情也是一样，重点不在于说你对于家人有没有使用。我斌哥刚才讲了，
很普遍啊。哦，即便说民进党修法，大家问的是，但你何必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抽烟？这样的逻辑在哪里？因为梁文杰的解释态度我看不下去，他的解释态度说什么？说哦，那该罚就罚，如果有就罚。那卫福部更扯，卫福部说什么？说啊，如果有办法证明他违法的话，我们就开罚。卫福部还帮他讲话，哎，薛瑞还帮他讲话，哎，好像看不到梁文杰就在抽一样，哎，那个照片就是一个证据，然后说如果有办法证明的话，这是民进党态度啊。为什么没有办法被大家接受？因为大家没有办法接受的是你的双重标准，就是当你拿着令箭对着人民颐指气使，要求人民，那背后是因为烟商的利益或者是种种法律不知道，但总之你就是把这个奇形怪状法律给通过了，但通过之后你自己也根本不遵守，主管机关还偏包庇。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斐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伽马、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斐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